老王，你刚说什么？老王，老乔，隔壁的老王。哎，你真的，你坐过去一点点。那是不？那是不？我来多了，你没错了，你错了。你再往那边坐一点点。我知道，王老师在这个剧中很少，就是有那种情感特别浓烈，然后有一场他就落了一滴眼泪，然后呢，那个镜头拍得特别特别好看，特别帅，特别美，然后他就在现场给我们看，然后不停地闪回他流泪，不停地闪回他流泪。